开始折磨队友了。天使不怕折磨队友，天使就怕被队友折磨，就害怕他们前期一顿死，等不到我十六，海妖密杀江湖。太平太 A 呀，我一级可老狠了啊，这一级跟我对拼可是不行。欲举之人葬身于此，黑暗退去吧。太打呀，这是疯了我一看。小兵给我 A、哎、我们应该是稍显无敌了。炮车只要不到回家，一双空速鞋直接起飞。对错分明，黑白两定，去野区帮一波长吧。一切都是小兵的战斗，都是你呀，群雷接涛，向战败者致意。我杀他两波，我决定来一波扣一对点，杀他两波才压了一级呢，怎么？打个眼儿的，携来烈怒之光，携来光的怒火，我欲求不断。他的蓝是不够用的啊，我们可以跟他一直耗，这都无所谓。干啥呢？你是不是又得让我扎你？强者就此败了，对错分明，黑白两立，其余一切都是。回家，这把补刀不错。头上的是啥？头上的是恶人。我们是恶人，就是想回家就是不想回家，是不行，就是不想回家，就是不想回家，不杀了就不行。干啥呀，这也没啥用啊，这交完闪啊，我寻思来人了呢，你知道吧，这哗一个闪现过来，我寻思这是来人了，我感觉够呛了，这是一个吧，凯旋是我爹啊，天使坠落了，个老哈子！你看玩天使怕啥？你们知道了吗？就怕那都没到十一级呢，这五杠八了。你看，我们一共杀五个，他们零零零零零，全是零，四个零，四个鸭蛋。天使大招吸地时间挺长啊，160秒。行呗。记着点，以后要是打天使的话呀，无意之人是一种溃烂的恶疾，我则是那把烧出骨肉的尖刀。给你加速 ，nice。的决心，往哪跑？我加速，你又跑不过我，能跑？
炮车，那算了吧，他没有这炮车之前，我们收炮车。你干啥呢？这么不给面子吗？我给你到这妈的！往后点，给螳螂留点位置。罪人不可说法过，忏悔才有未来。我操，啥这是？哎，他死了还能给我晕着呢？我不在乎任何人。我十一了。好远，谁打？打进去打，让他踹。他们将在我的锤面前溃败。哎，这家伙！没关系，蛤蟆是被我下当的，800块钱的蛤蟆，我靠，800块呀！我已经无敌了，800标兵奔北河，先下来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可以上杀戒了，我来了，我到了，来打法妞，闪现扣，别让他打着我。家炸了，加血，走位，没大的，这太操了，这怎么劫过来了？你就杀这个，太行。羊刀没法除，出完无尽不让除羊刀了。受格的人才能幸存。我靠！有这么绝劲吗？这个异技能？我发现还是得一直单带，先把16给带出来，我们再其他的再说。先把16给他带出来。巨子之人葬身于此，永恒燃烧的羽翼，在我脱离凡间的尘埃。阿克曼又要跟我干一架，900块呀！
等我十六，对面基地爆炸。下路这塔600块钱。光明将我净化。哎呀，真是恶心呐、啊，追不上人呐、啊，太顽皮了，简直是顽皮呀、啊！游戏结束。我马上到，没事，他打不了。我让你得救。天君之下，你将获赐永生。刺穿忍受。有点作死，我一看呢，跳下去，你给视野。对了，打喽，来。16级的天使还不无敌吗？来个春哥，整个药。我将为这世间带来震撼，无论任何代价。他还能700块钱呢？他凭啥700呀？两下一个，那两个嘴巴子就一个。爷还有5秒钟复活，现在就俩人 ，AD 出来我就直接给他干死，大都放出来直接就没，别大来，我还有春哥呢，这都小问题。拿去。这是一只后期的